科学真实案例，女儿成戴罪羔羊。这棉毛上面怎么好像有蜡？因为它是有灵异体质，比较容易去刷掉。我公公都有上他身，一模一样，他的动作啊，他不会讲台语，他一路上都讲台语。这不过还没有好哈，有，就这样睡了，看你要。